你们知道吗？世界上有个奇幻的太平市，能把人生浓缩成七日。第一天有个丧礼，死掉的是蓝天白云。把我一个案子大体搞定了。第二天玩了一个游戏，闯关超刺激。你会不知道你对我做了什么事？第三天，丁丁哥哥爱玩捉迷藏。开玩笑，别骗我。第四天，唱起了儿歌，还问你吃不吃香菜。吃香菜的是别人。第五天遇见了爱跳舞的姐姐，她不是她，她也不是她。第六天参加了一场特别的 party， 把叉子放下。七天后，大家都会来到吴月女阿姨的凡尘，聊得超级闹。不要哭，陪你去个地方。欢迎来到太平市，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吉时，良辰吉时。